谢咱所有的技术委员先生莅临在咱嘉罗主团前来参礼祈祷，代表在咱大家普济堂大公嘉罗主甘宏武董事长，以及咱政府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全体张皮党员一同，欢迎各位莅临，欢迎弟兄敬意，多谢。好，来，这阵先请一下助理委员哈，主任委员啊，不是吗？好，主任委员哈，我们张家豪董事长，感谢你哈，来给咱指导，感谢感谢，我代表嘉罗主给你感谢，感谢感谢。就为了我们一个好朋友啊，我兄弟。好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，来来来，两侧边打开，两侧边对开。来来来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。金杯两做大杯，为什么做大杯？因为有去日本参加比赛哈，这是出国比赛的人量哦。咱三站新信下新龙团准备进场哈，我们请大家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来，摄影师往后退一点点，对不起，哎，去顺流哈，为了安全呐、啊，为了安全，好不好哈？为了安全，为了安全哈。我们要鼓励大家哈，这一位龙真的有去过日本哈，有去过日本参加比赛。那他们上次到日本哈，是因为跟日本有一个县哈，我们一定跟桃园市是地交姐妹市哈。那他们的市庆的活动、县庆的活动，那邀请我们桃园市的代表义政团体到日本去参加表演哈。那就是选择了我们新盛盛的神龙团到那边去。新盛盛飞龙团哈，我们主委说我一直讲错，抱歉哈，我们是新盛盛飞龙团。为什么叫飞龙团？来，开始，他现在开始起飞，待会就飞到日本哈。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掌声不要停哦。喊了一句带雕，这就是大溪的舞龙很特别的地方，它们的龙头还有龙尾会同时从中间的地方撑过去，但是这条龙不会打结。掌声鼓励，不相信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哦，你们从两边同时冲过去，中间一定会打结，他们不会哦。来，现在我们新盛社的主任委员哈，我的好兄弟哈，张家豪 Bibo 还有舞龙珠，他说因为我在这边说要舞给我看，我没看过哈，掌声鼓励，给我们诸位掌声鼓励。为什么叫飞龙团？在大溪的舞龙哦，像我这样大溪人，从小看到大，出去看到我们其他地方的舞龙，我都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大溪的舞龙舞起来就像一条龙真的在那边飞一样。就像真的一条龙在飞起来哈，这就是飞龙团的由来。我们给所有的舞龙弟兄们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那我们的舞龙哦，在大溪的舞龙是会让鼓声来配合哦。我们鼓车上面的小朋友哈、哦，虽然小，但是他们的鼓声会配合我们的龙，要进行参礼，要进行任何仪式的时候，会有不一样的鼓声哦。好，来，再给我们新盛盛飞龙团掌声鼓励，叫小哥嘞。也不会特别多。那如果像在大庙啊，在大庙或在普济堂，因为放鞭炮的关系，
舞龙舞起来会这样尘土飞扬，真的很像在云里面。它但空气比较不好一点哦。
信的神像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我们用的不是一般的这样子哦，这原地踱步的方式，我们用的是用三拜的困礼，好来进行我们今天拜坛的仪式哦。这是大溪特有的脚步哦，这是我们大溪特有的脚步。在拜坛，他们往前跨的第三步，他会稍微往前蹲，让右手甩出去，那进行参礼的动作哈。我们给新圣社神将掌声鼓励，谢谢张金主，感谢您哦，感谢感谢。平安前哦，感谢感谢。本来是先进去供养着咱三层先进车，咱所有咱的文武尊神，要紧莅临咱正路主坛，进来祝福庇佑，庇佑咱今仔日所有参与的好朋友，都会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谢各位，感谢。本来即阵吼，要来供养着咱三层先进车。啊，咱的圣家莅临，咱的正路主坛前来参礼吼。来，进入。拜完，我有配对，我有准备那边很好。对哈。你个是梁天地开疆，梁氏吉日，要着大家破菜堂大公正路主甘洪武董事长，七方亲友吉日花坛，恭迎三站新圣社，风顺文主天上圣庙，开立为文武尊贤圣驾帝境，祝福平安，行三敬香礼，一敬香拜。再敬香拜，三敬香拜，加清香献上。那么，即阵在咱桥前吼来接礼，就是咱新圣社咱的社长啊，感谢社长，感谢咱新圣社所有技术委员，感谢您。昨前敬拜饼礼，请你先奉敬；持奉饼礼，恭就昨前行三敬拜礼。一敬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敬礼。感谢咱社长吼来接礼。敬礼。接炮受礼在保，以及八仙贺彩红绫破甲，恭祝三站新圣社社福昌隆，社员认定男女平安，绕境顺行，一敬献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金牛接炮受礼在保，八仙红绫恭贺新圣社社运昌隆，天上圣庙。新威恩天香火鼎盛，大家破这堂大公正路主甘洪武董事长，在恭向新圣社及福安宫天上圣庙立为文武尊神，行三敬拜礼，一敬拜，再敬拜，三敬拜，礼成掌声鼓励，恭上圣驾好，感谢咱的社长，感谢社长。也谢谢我们主任委员哦，感谢感谢，感谢哦，非常感谢。